心声隆隆作响。这是台湾制造的六轴动感平衡赛车模拟器，带玩家体会下赛道的竞速快感。那其实未来呢，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异地的这个方式呢，我可以不同的时区，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，赛车手可以更沉浸式的到各种模拟的场域里面去训练。高雄近年来积极打造亚湾区，要做全台最大的 5G AIoT 应用试验场域，范围从娱乐、医疗甚至农业。往往农民来说的话，我时间到了啊，我就是施肥嘛。啊，其实所以这个电脑就会变成可以来我判断说，哎，其实我可能目前土壤里面的肥分是够的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高雄跟上时代步伐，要从港湾大城迈向智慧科技城。